就好。苏怡杰是我同一班的。你们都是同一班吗？对呀、啊。可是这个小朋友长很高耶。对，我五岁了，我大班。你大班了哦。张班快大班。那你明年不就要读小学了？嗯，是不是？是啊。那我的校。啊，你是小班耶。那校老师说，我现在是，我当小班。那个一般了，变成中一班哦，就不是可爱一班了，就变成什么班？又写字啊，不能写文，是写字班。可爱一班变成中一班，然后文字班，再来变大班，文字班哦，样，那是苍蝇班哦。屁股班啊，屁股班。哦，那你现在没有去拿树叶了？我这是拿树叶，我拿个。那你拿50颗的叶树叶，那我坐这里好不好？依依，你坐那边。我心意，你坐那边。你坐这边好不好？那我拿到了，我拿到了。好，那、啊、你要坐这边吗？那我坐这边。你要坐这边，你们两个一起玩啊。可是我们怎么？哦，预备 ，Go Go Go！ 哇哇哇！你们在骑脚踏车啊、哦？要骑慢一点啊、哦！啊，比赛看谁骑比较快。预备，哦哦哦！哇，又有一个人上来了。太急了吧！哇，摇很大力，轻轻的，轻轻的，好、哦，轻轻。